周涵骑师赵电话，这匹是3岁的澳大利亚种公马，二号赛马玉龙海王星，马主马静，练马师何祥寿，骑师田岩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匹3岁的青毛种公马。三号马联合之星，马主是新疆圣龙祥云马业，练马师李建杰，骑师王彤。四号赛马圣泉公主，马主王君宁，练马师丹尼斯，马主是骑师田松。六号马是和谐，马主是郭恩志，练马师张明亮，骑师陆金贵。七号赛马决胜天下，马主是华语马业，练马师牛文广，骑师敖柏云。八号赛马富安巨星，马主是傅永斌，练马师包双喜，骑师凯文阿波波。九号马永强爵士，马主李勇，练马师斯日古愣，骑师魏云中，来自爱尔兰的一匹3岁公马。十号马一路向前，马主是玉龙马业，骑师是俄勒哈尔，练马师许富强。好，出闸之后我们看到是六号五号马在中档比较靠前的位置，照片精选五号马，尤其是陆永华侧骑和谐也是在后边，那么100米以后二号马暂时零放，玉龙海王星骑手田岩团侧骑，四号马紧随其后，玉泉公主在外栏，还有八号和七号富安巨星由凯文阿波波，六号和谐也跟在后边。第一个弯道之后，我们看到依然是在前面的玉龙海王星，3岁的小公马由田岩团侧骑进入北弯道之后，我们看看二号马的后面圣泉公主，四号现在是在外栏上来两匹马八号富安巨星紧随其后的是九号永新爵士，现在转过北弯道的直线，第一个800米之后，我们看看依然是七号决胜天下在骑手敖柏云的侧骑下慢慢赶上来，现在依然是二号领放的玉龙海王星，骑手田岩团在外栏的，还有四号在内栏的七号，两匹马第二集团决胜天下由敖柏云侧骑慢慢的跟进南弯道之后还有600米，二号马玉龙海王星没有保持住优势，现在玉龙海王星现在掉到第三位一号马现在上来了，王者之战由赵电话侧骑，当然外栏还有四号圣泉公主六号和谐现在是比较靠后的位置，现在靠近内栏的六号八号现在上来了，和谐富安巨星骑士们现在还是开始抽马中档的四号圣泉公主由田松侧骑再一次准备加速这匹小黑马开始超过了前面的七号决胜天下，以及六号现在掉到第三位和谐